人来了，好像是他们来了。是这儿吗？老哥，就是那个院子。好，你们在这儿等着，去看一下。等等，你看，让俺先去看吧。行，小心点。别动！别动！动的话打死你！回去告诉他们，咱们什么事没有。快！咋样？没什么情况。走。咋了？就是有点不对劲儿。有啥不对劲儿？哎，你倒是说呀！俺就是可能有人。雷先布上，明白。赶车属下，弟兄们，给我打！抓住一个，揍他十块大洋！打！快走！